接下来有请的这位小伙子，他在他们村有一个非常霸气的称号，叫送子观音。妇产科大夫是吗？没这么讲，人就是说在村里所有人都给他起个外号叫送子观音。猜猜他是干啥的？是不是卖什么中药调理不孕不育的？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啊。是兽医吗？我也不知道咋形容这词儿，反正也不叫兽医吧，就有这个职业好像。就是拿猪来说，就是配猪啥的，配猪啥的是吗？你们这个思维方式太奇怪了啊，奇葩思维。来，接下来就有请小伙子出场，我们来听听他是具体干什么的。有请。全程热烈。大家好，我叫郭鑫，今年24岁，家住辽宁铁岭昌都。我的爱情宣言是昌都县毛家店镇送子观音，今天想告别单身。小伙儿啊，真是送子观音呐？是。那要有什么结婚多年也没有孩子的问题，这是不是都能解决呀？你是想要几个？哥还想要一个。职业现在方便透露吗？还是一会儿透露？看短片吧。看短片透露是吗？短片有介绍。好，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选意中人。来看一下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就是三宝子，大名郭鑫，家住昌都毛店，今年24岁。我是我们这边十里八村著名的兽医，也是我们村学历最高的兽医。我还兼职干配种和接生，这就是我干配种的工具。不说了，我这来活了，我这要走了。从业3年来，已经接生700-800个小生命了，被称为毛店送子观音。我们那儿的牛啊猪啊，等不到我都不下犊，都不下羔，都得等我。这牛就打完了，再有9个半月它就能见到牛犊了。像这里头就装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小牛犊。我非常喜欢这行收入挺高。现在农村也需要像我这种年轻的兽医。16号文思。燕子姐，我想吐。你咋的了？你想吐啊？不是，我受不了那个，全部都是动物，然后他还拿东西往里插。不行，我要吐，我要。快导那个工作人员导演，快跟上，跟上，发生什么事了？他就是心比较脏，就是受不了那种小伙用管给牛受精那个过程，那感觉很埋汰，然后就想吐。哎呀，这不是在短片里看的，又不是在现场看呢。妈，就刚才看的过程中，就没看之前，我俩就偶尔提到什么狗猫的时候，他就说好奇说，哎，这个东西怎么下崽，就得阐述一下。他当时就去洗手间吐了，就这么敏感。找这媳妇儿回家，你啥也不能跟他讲，你干啥了？你刚讲那个牛就出啊，是不是？这接受不了，一点都接受不了啊。但是我们还不是在牛圈里头看的，就是在看短片，这都这么大反应，人还没回来呢啊。好，来五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新来的姑娘。大家好，我叫秋燕，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萱萱，我来自松原长岭。我的爱情是
我可以陪你去巴黎，也可以陪你回家包包米。但是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以后你有女朋友了的话，你可以为她不干这个吗？就是换其他的工作。这个不可以，因为话这个怎么说呢，我挺热爱这行的。为什么呀？这行挣的不少，挣的钱不少，然后他就是干这行的话能证明一个就是像一种造物主的感觉似的，把一个心，把一个没有生命的带到这个世间。他学的是兽医，看病牛看病接生导管都通，这是一种手艺，这手艺不能扔。我感觉他这个工作完全就可以用公牛啊或者是公猪什么他代替了，为什么他要去亲自去做呢？把公牛的活给干了。我不是干公牛的活。对，这话这么理解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对，虽然结果它是一样的，对，但是过程不一样。公牛是可以，但是自己家养的公牛它每一回配完种之后它最少它得恢复半个月它能恢复出精神。然后再说公牛配种的话它那个它那个精子活力啥的也不一定就是不怎么好，或者自人有人就有幼齿，有幼齿就有靠人的繁殖，现在没有买养公牛招种。那我觉得这个兽医是很高尚的一个职业呀。不是，那秋燕啊，那就为啥要如果跟你牵手就连兽医这个职业都不能干了呢？就是觉着就是每天嘛，你说他在外边工作然后回来一进屋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那种味道，我也受不了。其实我感觉小伙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这个行业我是真的受不了。出外边能有总有味儿吗？净扯，你家的啥都有，你乐冲就冲了，乐洗洗了，家人也给屋里洗了。